陪我来买这些生活用品，21天。哎呀，今天居然没有班，然后就只好在宿舍里面练习剧本啦。很开心呢，怎么会特地下来找我？然后刚好今天没有班，我忘记跟小轩讲，不然他们本来不会来的。傻眼傻眼。那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因为我今天没有班，然后我就是上网查一下礼拜四有开什么夜市，就我们来到了这个北斗的夜市，然后来我们准备要进去咯，这是一级战区哦，待会感觉是会被包围。把你屁棍，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女主角。怎么说你再跟我一起玩一下？我多么希望这一。你这人哪不骗哈？你很好骗。玩起来好不好？啊！哎，我已经叫抓鬼啊，这鬼不放着头，被夹不夹？谁在你啊？放假。看画面吗？不，其实台湾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就在拍戏的现场。这一次我拿到剧本，看到了演员名单，我吓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根本就是江南四大才，四大才子对上我们的四大金钗，真的是吓死人了。那你觉得我像哪一个？唐伯虎。伯虎。四大金钗有谁？神鱼落叶、碧水羞花，碧月羞花，你会是哪一个？这四个人。我当然是花啊。哪一个花？羞花吗？是啊。不要到了！你演什么角色？我演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已经拍摄已经快两个礼拜了哦。拍下，好，知道了。没办。我演什么角色？你问我的老公啊。所以我叫老公。嗯，老公。我心里面名字叫老公。好，我问你，拍到现在，你有哪一场觉得特别有印象的？特别有印象，大概就是，那就是你跟那个阿布相认的时候吧。你别当牌，你是在欺阿布？相公，你是害死我阿爸有情，你还要绝对不可以抛弃。大家前一秒都在那边聊天啊，没有，我觉得这次合作的演员都是一些非常认真的人，老屁股。对，然后他们是那种，没有，他们都是那种上一秒可能真的很正常跟你谈话，很像日常生活中的人，但是就是5432之后，整个那个情绪就是变得很大，就一秒入戏。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松散的人，很松散，对，很呛的，真的很呛，我真的很呛。然后突然看到他们这么认真哦，我连想要偷懒的勇气都没有，就是整个会被他们给带动，你知道。我对你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剑道的那一场。是你妈说，我先提着。唔对哦，我昨昏就先甲头家订好啊，所以这地是我的，对不？头家。对。我先来走。哎。你这人哪有不拼哈？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第一场。对。你知道那一场戏真的，我想叫他说，哎。一刀把你劈棍，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女主角。怎么说你再跟我一起玩一下？我多么希望这一刻。你这人哪有不拼哈？你很过分。不要，我是要你的，好不好？啊。
你多久没回来西村台湾？大概快3年吧。多久没有合作过？7、8年了。那时候你非常的。非常的吼，不是，你是刚进来就吼。建龙哥，我带你去找一个 Angelababy 啊 ，Angelababy 耶！我想你看到现场，真的惊为天人，真的 Angelababy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合作到吗？因为我不是黄晓明，我不是黄世，我是台湾出生过的黄晓明。我真是看到君君有一场戏，他是背对着我们，然后举刀要杀人。他举起来的那瞬间，看起来超像鬼娃恰吉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忍不住我就一直笑场，然后那一场刚好是拉我的背拍他，然后我就一直抖，就他一转过来，眼睛一瞥到我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抖，他就忍不住笑场，我也一直在笑，我已经7、8年都没笑场了。真的很好笑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像鬼娃恰吉，但是我能取悦我们这一档的女主角，我觉得非常荣幸。救命！你们想想，君君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拉着一把刀，然后背后再看着像恰吉的画面吗？有没有期待？我跟你讲，准时收看。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，戏说台湾，主庙雷公酒。Rock， 记得准时收看。